有着埃及的囧司徒之称的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巴西姆·尤瑟夫，在四个月之前因为嘲笑时任总统穆尔西而锒铛入狱。一周之前出狱不久的尤瑟夫又重新的坐上了主播台的位置，然而这一次他的节目又因为去吐槽埃及的军方遭到了停播的厄运。昨天部分民众走上开罗的街头游行抗议，声援尤瑟夫。尤瑟夫的脱口秀节目每周五黄金时段在 CBC 电视台播出，广受埃及民众欢迎。本周五晚，观众们照例打开电视，却收到了停播的噩耗。قرر مجلس إدارة شبكة قنوات CBC إيقاف إذاعة برنامج البرنامج لحين حل المشكلات الفنية والتجارية في البرنامج. 原来问题还是出在吐槽对象上。上周刚刚回归节目的尤瑟夫又拿国防部长阿卜杜勒塞西开起了玩笑。这一次尤瑟夫踩上了军方的红线，节目被再次叫停。埃及军方的接连镇压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，昨天部分民众走上开罗街头，高举革命仍在继续的抗议标语，声援尤瑟夫。四个月前，尤瑟夫就因在节目中吐槽时任总统穆尔西而被捕。埃及的文化人士呼吁政客们应该放松一些。I think it's indicative of a serious culture war that's been happening in Egypt for the past 3 years, and I think the conservatives who are very much pro the army and pro the military and pro no criticism in this phase, pressured the station, which is a very stupid idea.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。